但阿即卖大家厝内还袂变好咧啦，无啦，你是艺术条，你要走啥啦？伊反应真紧啦，吼，就是讲，足侪人甲我讲，恁迄拢事先讲好诶，无可能。小弟去食到日本核能污染诶食品了后，竟然变作目不转。迄个郑议员应该甲你恭喜啦吼，其实你演播第一个功夫，恭喜实在袂。林少，你也会晓去欣赏你的对手甲敌人，攻守之间的确实伊是一个可敬的对手。后个月就要总结束，我会叫人去行政院直播我看，像我一生感动你一人。本周晚间11点，台湾启示录，赖神从政路。